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乐，我是阿丹。那我们这次来到了苗栗大湖的云镜湖民宿。嗯，然后你看我们后面这边就超美的一个超幽静的一个地方。那来到这里，除了可以住在湖景第一排的民宿之外，它这边也有露营车可以体验哦。除了住宿之外啊，它这边还有包含了我们的晚餐啊、早餐啊，甚至连下午茶这边通通都有。那来到这个云镜湖民宿啊，就是可以一整天都待在这边，都不用出门，就是在这边放松。好，那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走。好像就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进来的感觉哈、啊，有私人的一块空间。这一进来左边是露营车，哎，你看我们应该就是住这个吧？嗯，而且那边就直接所有房型都是面湖的。哦，我们一进来这个大厅啊，就是这个二楼挑高的两层楼的，整个视野看起来就很宽广。然后这边看过去，就是那个鲤鱼潭。嗯，就可以看到网美了。这就是鲤鱼潭吗？那七星潭不是就在附近吗？没有，台湾总共有三个鲤鱼潭，苗栗是其中一个。三个都叫一样的名字？嗯，对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我也觉得很奇妙，为什么要叫一样的名字？它这边住房啊，提供的是爱马仕或者是宝格丽的沐浴露、嗯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我们自己喜欢的味道。对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你。宝格丽的。对。好哦。哎呀，你们呢？嗯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哦，你们俩都喜欢同一个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晚上有帮你们安排餐点。那我想说，你们各一种，那我们还有餐点。餐点，那看你们是要哪四种，就羊排、海鲜、菲力跟牛小排。美女，他这边也太好了吧！晚餐还有分这么多种主菜，还有五种组合哎。嗯，还可以选。好了，那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。我们这边入住的就是他们的楼中楼的房型，是可以住四个人的。一进来门口这边就有一个双人床，嗯，左边是浴室，淋浴的，请用拖鞋，淋浴的连厕所，刚才右边的是管家，这是他的一楼的厕所，然后二楼还有一间，嗯，这个淋浴间还有椅子哎，可以坐在这里，哇、哦，真的很棒啊，他有淋浴间，就是前面这个化妆台，右边上厕所，左边洗澡的地方，那他这里还有这个面膜可以用。哎，真的哎，他刚刚有讲通。嗯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超大的落地窗。嗯，超大的落地窗面对的就是他们的鲤鱼潭，还有这个电动窗帘，你看我这个。嗯，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啊，刚刚有试用看。噔噔噔噔噔，你看上面。这印第安站很可爱哎。那一晚上就睡这里啊？这里有衣柜啊，打开了有两个浴袍。嗯，然后他这边有这个迷你bar。也是全部都可以免费使用的。哎、欸，祖龙，你的宵夜有着落嘞，你宵夜就可以吃这个莱伊克啊。莱伊克，嗯。下面是冰箱，看下冰箱有什么。哦，很多东西。很多喝的哎。这是气泡水，还有这个哎。果汁、水、水跟 Sprite 跟可乐，可乐，还有这个大沙发，就睡这里。嗯，你晚上要睡这？好。我就睡在这里看电视，还有一个60寸电视。这个电视超大的。上楼看看，哎、欸，怎样怎样？一上来就看到这个透明的浴缸。哇，这一间房型还蛮适合跟两对情侣来，或者是一群好朋友，或者是家人来，都还蛮适合的哈。来看看它这个楼上的厕所。嗯。哦。哦。二楼厕所比较好哦，免治马桶哦。对，免治马桶。还会 say hello。对。哇，这个很浮夸、啊。这个。就泡在这边，然后在那边看着鲤鱼潭，嗯，对不对？天哪，这个玻璃擦的也太干净了吧！这我会撞到哎、欸。Mandy， 这个床好软，好舒服哦，而且枕头超软的，这枕头超舒服。干嘛要睡觉了吗、嗯？要去吃下午茶了啦。我们这次住的是一楼，是有楼中楼的房型，可以住4到5个人。然后它这种楼中楼的房型有4间、嗯，然后楼上二楼是有双人床的房型有，也有4间，对，也是4间。好、啊，那我们现在4:30，我们去吃他们的下午茶，走。
吃完下午茶之后，六点接着吃晚餐。Yeah. 走。下午茶的地方呢，就是在他们的房间外面这个楼梯走下来，然后这边呢就有一间吃下午茶的地方。哎，你看后面，就是我们的房间呢，对不对？Mary，你看我们住的就是那间。对啊，我们就是那间一楼没关窗户的啊。嗯。水中钢琴就在这边，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拍照。甜点，费南雪呀，就是那些小甜点，布朗尼啊，马德莲，果汁。你看他这边的露营车就有附这个烤肉用，哇塞，很不错哎，香肠。感觉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这边露营哈，可以，杏鲍菇，这很方便哎，而且他这边是露营车。想要住的那种露营车超棒。这间民宿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它有一个在水上面的钢琴。那这个钢琴呢，就是在他们这个餐厅的外面，就从餐厅走出来就是了。就在那里耶，看网络上的人很多都在那边拍照，而且都超美的。对啊 ，Maggie， 看起来我们现在来的时候是枯水期，没什么水。对，如果说这水库有水的话，应该是很美的。是水库吗？老天爷啊，让苗栗这边下雨吧。你看这草莓很大颗哎，真的哎，这草莓可以摘下来吃。在干嘛？我在看这个晚霞，好美哦，有橘色，有蓝色，有红色，有紫色哎。好啦，那我们去吃晚餐吧。好，那我们来吃晚餐了。他这边晚上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法式的餐厅。对，真的。高档餐厅的感觉。哎，他这边晚上气氛也变太多了吧？哦，因为外面还有打灯。真的。外面还有打灯哎。太美了吧？好。Bonjour。第一道菜是他们的在地鲜笋，搭配他们的客家奇酱。Mary，我跟你说，他这边啊，你只要在Facebook 跟 Google 上面有评论的话，他就会送你一支红酒或者是白酒哦。很不错吧？他这第二道菜这个过猫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这个过猫吃起来不是会那种黏黏的那种，然后他这个蛋啊，你就把它戳破，戳破的时候它就会留那个蛋汁在过猫上面。下一道菜是汤，那这边呢有南瓜浓汤，跟另外一个是海鲜清汤。看这里面有什么料？哇，你的好像很丰盛呢，也给我吃好了。好大的虾子，好好喝哦，很清爽。这是法式香草奶油烤田螺，这是法式的一个道地的一个热前菜。这个田螺搭这个面包，真的可以把一整颗面包给吃掉了，很香哎。第一道菜是鸭腿，来吃吃看吧。很嫩。哇，第二道牛小排来了。他这边主餐呢，就是可以选择羊排、鸭腿跟牛小排，然后另外两个还有菲力跟海鲜。那另外两个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就点这三种。但牛肉真的很不错哎，粉色的。很软。下一道是羊排。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四个人来的话，点两份牛排，然后另外两个。随便的，这样子还蛮不错的齁，就两个人吃一份牛排，然后再续了这两份。牛排建议可以点两份。它是羊排啊，单吃的话，它羊肉味是蛮重的。但如果说你加它这个马铃薯泥，然后跟它旁边这个酱一起吃的话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但我觉得这个羊排啊，那个面包粉下去煎会比较好。甜点，甜点的题还有什么？提拉米苏跟我们的烧肉饭可以吗？哦。下面要泡那个白兰地。你们喜欢泡酒了是不是？我喜欢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没泡酒的我应该可以。自己喝一口酒可以啊。喝一口白兰地嘛。喝一口香槟的。好啦，干杯。耶。晚餐结束之后啊，可以来这边跟他们借这个扑克牌啊，玩骰子啊，都可以。好，你可以看书。我们明天几点吃早餐啊？明天早餐是8点到9点。那这样要几点起来？7点半。好，好早啊。叫吧。OK， 晚安。晚安。早安。早安。昨天睡得好吗？
睡得太少了，可以再继续睡下去。是因为他床太舒服了吧？太舒服了。嗯，床很软，枕头很软哈、哦。走吧，去吃早餐了。好香啊！对啊，一进来就可以闻到一个香味哈、哦。它这里有中式跟西式的早餐。中式的像这种卤肉，然后有饭，有稀饭，然后一些周边的配菜。哇，小朋友最爱的薯条，而且它这个薯条看起来是很好吃的。嗯，然后还有蛋饼，还有萝卜糕跟炒蛋。嗯，有这个，我最喜欢这个。你最喜欢的是这个吧？蛋饼、薯条。第一次在外面住房，竟然还有蛋饼可以吃。而且它这蛋饼很丰盛，你看这个料。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有。哦，有起司。而且它这煎的脆脆的。Hello， 早安。早安。你们拿了什么？我觉得一个满洲，真的是超丰富的，对，超多种东西的，都是我的最爱。Melly 他们说他们这边的萝卜糕啊是用米浆去做的，那所以吃起来跟外面萝卜糕会不一样，会比较 Q， 比较 Q 弹的口感，是自己手做的哦。然后他们的水果也是在地这边种的，嗯，有机的。我觉得还到这里，他们这边早餐好丰盛，好像进到了早餐店，然后直接挑说我想要哪个几乎都有。我看大家从里面拍出去也是很漂亮，很漂亮啊！它里面的装潢感觉还蛮漂亮的、嗯，这也很适合家族旅游、欸，很适合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参观一下他们的露营车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要拖鞋，有上下铺哎、欸，然后这还有一个双人床，可以睡四个人哎、欸。哦，所以它这样子就可以睡四个人哎、欸嗯。哦，哇，这个吧台也很大哎、欸，这空间感觉都不挤、欸。嗯，还有冷气。夏天来露营也不热哦，有厕所、嗯、洗澡的地方跟上厕所的地方都有，厕所也蛮大的、欸、嗯，这浴室当然就很大哎、欸，你看哎、欸、对啊，你看很大哎、欸，嗯，很不错，这又不会上厕所上不出来，因为有的时候太密闭的一个厕所就上不出来、嗯、对，然后还有隔间，小朋友应该很喜欢来这种上下铺的，真的感觉来这边就是玩翻了，而且它这边跟民宿一样，都有这些备品，然后泡面、水都有。看看冰箱，两个雪碧跟可乐。哇，可乐是大瓶的，认真吗？我看大家拍照就是会拍这边，然后望过去的那个 view。哦，就是一片湖景哈、嗯哦。看大家都把这个窗户打开，然后望着这边。你看，望着这边的一面湖景。哇，景色很好哎。起床就看着这个湖景，这样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这样躺在床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星星了吧？真的，看一下，这样很亮，哇，采光也太好了，难怪大家都要在这边拍。哇哦，哇哦，在行动出游哎，他好像兴奋的看着露营车的孩子。对啊，拍那时候那个。那他这边的露营车呢？假日的话，两个人，一个人是3800，那有包含早餐跟晚餐，晚餐是他们的 BBQ。那如果说要加第三个人、第四个人的话，其实可以私讯他们 Facebook 的小编，他们就会直接清楚的告诉你们的价钱的。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一天住民宿，一天住这个露营车，真的感觉就会很舒服，而且都好好拍哦。嗯，而且就不会太赶了。对，哦、看看这就是有爱拍照另外一半的日常。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嗨，完美摄影师，我都看到没有墙壁。哎，两位不会热吗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回去啦。你们觉得我们昨天晚上住的这间如何？很棒，哪里棒啊？浴缸超棒。浴缸，还有外面的这个，还有楼中楼，真的。楼中楼的一直跑来跑去，就很像大别墅。嗯，对啊。哦，晚餐早餐也很棒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双人房跟他们的露营车也都很棒哈。有那个钢琴可以拍。哦，对。还有沙底片，沙超多的。真的超沙底片的。再来。嗯。很好拍。对，感觉很适合一来再来的地方。嗯，还蛮适合来这边3天2夜的。在。嗯，好啦，那我们就回去啦，拜拜。check out 后，我们来这个鲤鱼潭风景区这边呢，来买这个烤玉米来吃，还有这个萝卜丝饼。对，来到鲤鱼潭，大家都推荐一定要吃这个萝卜丝饼，好特别的口感。对啊，好吃。